think GameStop is going to $1,000 per share, or at least 700, maybe even higher. Let's see what the flaming countdown is all about. The CEO said that the activity surrounding the GameStop reminds him of last year's Tesla. 这个散户啊，从网上，从这个证券公司呢，就发起了反华尔街的这个运动，叫占领华尔街。现在呢，就是散户啊，跟这个机构啊，对冲基金进行斗争。今天呢，这个市场啊，这个大涨，但是呢，这个华尔街呢，这个散户跟机构斗争呢，正在进行，但是呢，这些对冲基金啊，或者机构啊，他们有很多优势。第一，它的资金量大；第二，对吧？第二呢，他们是可以两个方面走的。上面、前面我们大家都注意到，有两个这个对冲基金公司呢，有几个对冲基金公司呢，就是做空这个。就GameStop 这个还有 AMC 这些公司就被逼迫出局了，但是呢，华尔街做空并没有停止，并且呢越来越凶。现在叫 GameStop 这个股，这些股票呢，叫华尔街那个做空的是越来越多了。但现在做多也越来越多了，现在呢，双方的这个交战非常的激烈，但是因为散户，对吧？这样一个动作呢，使得华尔街的生意火爆，所以其实呢，华尔街呀，对这个东西他们是欢迎，对吧？也就是跟华尔街做斗争，他们也不怕。其实对我们来讲，特别是对专业投资人来讲呢，最关键问题是需要的就是这种状况，就是说人气很旺，波动很大，对吧？关键问题是呢，就是大多数人呢都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去控制这个风险，对吧？这个控制风险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最多的情况下，你在市场上，对吧？你用10%的资金，对吧？去拼、去打、去抢，应该问题不大。如果你把，对吧？所有的这个钱，啊，倾家荡产都往里面去，那你就会搞得倾家荡产，对吧？所以呢，投资呢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战斗、战争，所以呢，你必须要有非常好的风险控制能力，有非常好的心态，对吧？能够顶得住。所以呢，就是其实以前的时候我，对吧？很早很早以前也犯过一些错误，对吧？就是想多赚点钱，对吧？把所有的资金都放进去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风险就很难的控制。我在2007年那个金融海啸初期的时候呢，我也就是猛地干了一场。后来发现这个是太危险了，所以呢，在2007年的7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投资啊，不能着急，
也不能冒进，所以呢，最多用10%的资金。我后来提出了1%的理论，对吧？就是来做指数，做外汇，对吧？这样的话呢，我就控制了风险，并且呢，这个就没有几年时间就没有亏损。很多人就以为老唐是个啊投资亏损巨大，其实是错误的。我在初始的时候犯了一些错误，整个就海啸之间呢，我6000万大概亏了1000多万，对吧？但是呢，你知道这个巴菲特在这个时间呢，他这个股票这个金融海啸之间呢，他有几千亿，对吧？就是打个比方说是2000亿，啊，不也是3000亿？那个时候他至少亏了1000多亿，就1/3到30%到50%这种概率。所以呢，我是整个这个投资生涯呢，对吧？还是比较成功的。今天大家看到这个，就是这个做空的股票啊，现在是狂泻，就 crash。这就是给投资人一个很好的那个这个教训。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散户啊，你怎么样也搞不过机构或者华尔街，因为这个是他们的，对吧？赌场，他们是这个赌场的 owner， 对吧？你到赌场里面去，不怕你赚钱，就怕你不来，就这个道理。谢谢大家。